年哈，是现在是已经就有，已经就现在已经出现的资料来看的话呢，那的确是两条是独立的水军。那当然水利会他是把它认定为一条。哦，这个我觉得它是有机构的效应哈，因为它被合并了，它被并入以后，当然就要以柳公郡来称呼了嘛，它不可能说，还要称呼大平民郡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历史归历史，哦，你现在的组织名称叫什么，我们没有去在意嘛。你说你不提大平民郡，我们也不在意，因为它已经没有。他就算你柳公郡在管嘛，哦，只要你把它管好，大家也没什么意见嘛。但是历史上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说，我们还是要去把它做一些厘清的事情啊。所以，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，我们主要就是我们透过跟民众之间的来带领他们来了解，然后呢，还有我们的志工来带领他们了解。然后今天各位就是我们最后一梯次的那就是说来带大家来了解，那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是最后的资料，也就是说它是已经定案的资料我不知道，因为呢郭锡流跟萧妙欣两个人签的合约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没看过，他们两个人谈交换水源啊，谈那些，一定有约定，因为什么？一个是金河星号，一个叫金顺星号，这两个垦号，两个不同的垦号之间要达成协议，难道你不需要合约吗？可是很遗憾的是，也的确哈，我们没有看到，还没有出金河星啊，金顺星是郭锡流的。金核心是那个萧妙欣的大平民武装，好，所以这是我觉得可能哈还值得再追下去哈。那那个郭教授他的书已经出版了，那李教授，那各位可以去参考哈。那当然。现在也有人我听到的哈，就是水利会说，也有一个写作的人哈，跑到，福建啊、漳州、南靖啊，就是郭锡流出生的南靖，说去找那边的资料啊，看看有没有可以来多了解的哈，来推翻。他说要推翻我们的论点啊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我觉得就是这样不断的这样子哈，我们资料出来，然后不断的辩证，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期待啊，就是说，你大平民庄的人所使用的，所建设的一些设施也好，或者是一个贡献也好，我觉得应该要给他，我们就应该要恢复，给他一个荣誉感。你这个名称，你说柳公郡引水时空啊，或者一个不是大平林郡的一个灌溉设施，是柳公郡的灌溉设施，那我就觉得说这一点是值得那个是非常有争议的哈。好，那我。